我不推荐，没有抽到科还是可以玩。那我也是秉持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开局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那我也用这个比较平民的方式，用麦沙，然后配合红准，然后再配合火术士去做一个简单的开局玩法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当然，我如果有抽到其他角色，我可能也会派，但抽到再说。OK， 抽到再说。至少好像是这样吧。但我的还会看到视窗。哦，你是说最上面那一个吗？会，最上面那个横条铃兰之剑的 logo 还是会在，可能他们之后会再改吧。但是我目前来讲，我把它放到最大是蛮全萤幕没问题。对，那个横条还会在。那个横条还会在。有体力机制要干吗？干不干看你个人，干不干看你个人。那至于主播是要干的啦，主播是要干的啦，因为主播必须要冲在前面做影片，所以主播必须干。主播没得选择，主播必须干。来高低差，前面没有时装高低差，这个是没关系，我来补血一下，好痛。私に任せて。撞下去。怒ったよ。私やりました。背后加成。问卷还可以再拿150钻。